Biggie Smalls. Rockefeller Head. Yeah. For the dogs that we know. Merry Christmas.What's up, everybody? 大家圣诞节快乐！今天圣诞节我就请约了几个朋友，叫 Andy， 之前在视频里出现过，我们一起去约了去看这个纽约尼克森 Horse 老鹰队的这个比赛。今天呢，这个出场嘉宾呢有这个尼克斯的 Porzingis。还有这个 Moody， 这个 Moody 呢也来过这个 CBA 打球的，亚特兰大队的这个，就我们的林书豪豪哥了。呀，好像我已经看过林书豪有三次了。然后当家后卫也是今年的这个第五种子啊 ，Trey Young， 他就是一个很有这个成为下一个 Steph Curry 的潜质的，是都说他是这个 Steph Curry wannabe player。然后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来到现场去看他的比赛了。今天的另一个看点呢，就是我们这个 Canada 的这个半神 Vince Carter 了。Vince Carter 已经40岁了，四字当头，仍然在这个 NBA 这里，把他的青春留给这个 NBA 的舞台，可敬可敬。然后所以今天呢，可以看 Trey Young， 可以看 Vince Carter， 还有林书豪。所以今天。还是蛮不错的，现在去找点吃的，把肚子填饱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比赛 ，Let's go！ 今天吃这个墨西哥的Chipotle， 其实就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些饭差不多，只是他们呢可以选择的东西比较丰富一点。我选择了这个 steak。一定要吃饱才能有这个精力去看比赛。这个才14刀，加上这个汽水，还蛮好吃的，很健康，真的。Cam Young Hove is definitely in the building. Brooklyn, Harlem World, stand the fuck up. I'm a BK brawler, Marcy Projects hallway loaderer, pure coke. 今天由于这个圣诞节这个气氛嘛，所以就带了这个同事的朋友送我的这个 Supreme 那个帽子。这上面呢有一些很多的这些。一个一个的 Supreme logo 印在上面呢，很有那个 Supreme LV 联名那个帽子的那个系列的感觉，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帽子。Shout out to Wade, thank you, bro。差不多到 Madison Square 了，这是 Madison Square 的比赛呢，真的没有看过，所以我是人生第一次来到这个拥有差不多100年历史的这个纽约球馆。这里呢是很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很多 NBA 球员在这里。创造了他们的这个生涯记录，所以纽约队不管他的表现或者他的这个球队的战绩如何，但是这个球馆呢，对很多 NBA 球员啊，或者是球星来说，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舞台。最不像个球馆对吧？其实它是前面呢是这个 garden 这个 building， 后面呢才叫球馆，不要穿过这个 building。这里呢不仅仅是一个球馆，它也是一个火车站，是个地铁站，所以美国人他们的建筑基本上就是物尽其用，把一个空间呢尽可能的化为它所有的这个商业价值。纽约啊，
the hunt 40 if the shit is live. Fifth floor, 56, you know the zip district 5. You on 22nd, hit you from 2-1. That's on Lennox, 7th Ave was News 1. Coverage at Center Street, God profit defended me. Cause New Yorker miss me if I'm locked in the penitentiary. The judge said, is this that dub from the Kit Kat Club? But I got enough chips stacked up to make the bitch back up. Killer, I pitched that button, I gripped that snub. Oh, that's a good way to go. 227.你终于找到这个位置了，好费精神啊！以后买票还是买前一点好。看到这个新秀 Kevin Da， Kevin Da， 对，这个位置其实还好。比赛很快开始了，然后应该要先奏国歌吧。No Dad， 全场第一。Please welcome the NYPD Color Guard, Wayne Paul. Yeah. Oh, say does that star spangled on the ground? Wayne Paul. 现在是我们的主队 Nix. Oh, Christmas. Yeah. Oh yeah, baby.现场还跟着一起拍手掌，气氛真好。开始了，开始了。站左右侧，林世豪，哦，
motion, murder when pause. Niggas drive by in the day, murder you in the dark. That's why the Johnny gun I'm holding. Wet nigga. Oh, hey, skirt skirt.My boy Andy 在这里啊，我们刚刚一起看完了这个 New York Knicks 对着这个 Atlantic Hawks 的这个老鹰队的比赛，圆梦了，看见卡特，看到卡特还有 Trey Young。其实 Trey Young 怎么说呢？其实在场的时候，挺多人嘘他的，真的，很多人都说他就是个 bust。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还在学习当中，而且呢，他在大一就选择了离开。这个 college 来到这个 NBA 这个 professional 这个联盟呢，你说他是有这个潜质，但是你说他马上就能成为下个 Steph Curry，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是太早了。然后 Steph Curry 现在都是就是 the best shooter of history， 所以啊、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然后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版本的 Steph Curry 出来，因为现在由于 Steph Curry 的成功呢，这个篮球的这个体系还有这个玩法已经不一样了，小球时代开始了。嗯Okay. 今天那个叫什么来着？尼克斯的那个二十号那什么，忘了 Hawks 那个 Kevin Knox 那个超屌，今天我看 Kevin Knox、在上半场的发挥还是很稳定，但是下半场尼克斯他都中了好几个球，但是到了下半场呢，就是怎么说呢，巨星 Superstar All Star 还有这个 Game Changer 是有区别的。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比赛呢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我买这个票呢，大家告诉大家，50刀就可以看到 NBA 尼克斯现场，这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的票号称世界上最贵的球馆，是，但是你在这个比赛之前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冷门的球队看呢，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比国内的西北还要便宜的。还有我上次去篮网看比赛，坐在第十排。门票只要5块钱，你知道吗？5块钱就是30块人民币。Oh my god！ 30块看 NBA 圆梦，30块圆梦都简单的事情。OK， 那么我们现在一起去吃点东西，然后今天就差不多了。然后谢谢大家的订阅。以后呢 ，Andy 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频当中，我们一起会聊球鞋，还有聊这些球衣的文化，还有这个街头城市的文化。啊，希望大家一起关注我们。OK。然后一宁呢，前天跟他聊天的话，他说他暂时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过几个月他就回来了。那时候我们还叫上一宁一起来出现这个，要一起玩这个视频。OK， 谢谢大家订阅，谢谢大家订阅。Peace and love, I'm out. Bye.加上柠檬的感觉怎么样？